我的人物还没设定好就海啸了，没有啦，刚刚好像还是可以解决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其实脸没有捏完就又变这样子，没关系啊，这个不影响啊，就继续吧。现在只麻烦的是，我要怎么走下去？没关系，我们走。那要重来吗？好了，我再问最后一次啊。Black 啊！按到了。好了，来，我开始解释一下，因为现在上帝要帮我重用。那我来解释一下哦，就是这个是一个类似 TRPG 的游戏，然后我要想办法就扮演里面的角色，啊，也不要使唤我做什么，命令我做什么，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。所以我刚刚一直自言自语谁谁聊，那是因为我要扮演那只角色，所以可能新来的不知道，或是没看过的也不知道，因为我要去扮演那个角色。我原本是在警局啦，可是刚刚就是角色就是捏失败，然后上帝有帮我弄掉一次，那结果刚刚又是弄失败了。我抵达好，才能搞设。看来有写剧本，没有啦，就是自己角色设定有些捏好，还有这个角色就是很容易晕车，然后下雨的话会不想工作，不想上班，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有自己写好。上帝给了你第三次机会，对，我要把握这一次机会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我一直第一天就搞了一大堆事情，天啊！然后算是一个 Sula，大概就这样哦。还有体力其实很不好，所以我刚刚跑一跑，跑到会气喘，会气吁吁的。
没有，香港的意思是就是地区，有分美国、香港，还有欧洲、法国还是哪里的。啊，这个伺服器是叫鬼岛，就是香港伺服器的意思。我感受到了，我一直不想去麻烦到人家。可以了。好。为什么是黑的？因为上帝在帮我删掉我的角色，不是删掉啦，上帝在帮我打掉重来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刚角色问题，所以刚刚本来不想请上帝，想说角色就是继续用下去。公司最好，再看看吧。就在这个地方。对啊，只能先脚。好。就叫这个。没有太老。先打。他会暴露年纪。对啊，这时候是捏角色性。哎、欸，有了，可以了。感谢发喽。我们又要跑下去了吗？呜、哦，没问题。刚刚什么都重来，
啊，开始啦！我们现在要，这是我们，哎呀，不是这个要关隐藏啊，不然你们上线都会显示，好麻烦哦。离线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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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小心点到。先长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看自己呀、啊，哦，六七。我好忙哦。等车，干嘛？我要付霸王钱啦！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。啊行，在干嘛？嗯。这地板好温暖。来之前做个运动好了。嗯？哦。有人被判刑哎、欸！不是，我不是要运动，